往这边走吧。我操，那完了呀！那白方机子肯定丢了。本来不想往白方走，但是白方确实人最多。白方都没必要追了，没有意义追。哎呦，还是要追，好无奈啊。我操，妈的，把 W 给松了，松的好呀！三个人炸烂你们，三个人吗？我松了 W， 他马上反跑了。本来我摁着 W 这一刀打到钢筋上了，那台机亮了。操，这托马斯怎么在后面？屌毛！干嘛？造我？拿血修就打你单节奏连打，哎，卡了一下膜。本来那一下电了之后直接可以出刀了，结果卡了一下。我弹射。局座摸好了，摸好了就好。托马斯要死了呀，他感觉都在大房休息啊。
阿斯，你来得及吗？阿斯，你来得及吗？你来不及呀！难受，心态爆炸，切不开。哎，把机子控住。我操，没炸到吗？那么屌，爆发给他反住了，是给他爆点了吧？那还是亮不了。感谢关注干。温秋还是没把这台给修开。钉子头带插刀还是可以的，叠起来之后一个插刀一个链子就死了。比较空旷的地形啊，不容易被环境挣脱掉锁链的那种地形，一个插刀右键跟上，马上链住，带一个插刀，刷。